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不爱的错爱的真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我为你蹉跎一辈子。我们是最强人生火车，最强人生火车，人生火车，人生火车，来，请开门，过，欢迎。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学瑞跟圣恩嘛，你们就不是火车了，是拖拉库了，比较大牌哦。你们今天打算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？我们会用那个阿卡贝拉的方式。哎呦，对，阿卡贝拉，就两个人吗？没有，还有我们还有请那个老师哦，专门的对阿卡贝拉团，刚好是我们的专场，我们最厉害，我们 B-box 在我们三个面前对阿卡贝拉，随便点，给他们点歌好了，对对对对，好吧，还是两位来点歌，想阿卡贝拉，我们三个可以唱，随意唱，你们随意，你们不，你们点，一定要点，一定要点，点一首你们的老歌，不是那个郭金发老师的，郭金发唱。所以你看这个大家都是有练过的，对不对？金曲奖不招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下一组要挑战啊？怎么还没唱呢？还没，不是刚那一首就 OK 了？我没有带来，有带来相当精彩的，差不多精彩，差不多精彩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我们是唱那个无情的情书，然后加彩虹。来来，请问他们，1997年这首歌对两位的影响？我们变很红了。这首歌是转对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红的，对不对？写歌的人是住在嘉义，对不对？谁？为什么？谁？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？曲的话，台北人啊。台北人。对。词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真的吗？不知道住哪里了，我是说不知道住哪里。那一定是嘉义，对不对？嘉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歌是先投到我的公司的。真的吗？然后我只是摆在那边，因为我太忙了嘛。哦，是这样哦。两个礼拜之后，我才这个歌先买下来再说。哦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唱。后来那个歌两个礼拜，我就跟他们先买下来。他说打电话过去，他说已经卖给别人。我说卖给谁？你来不及买了。对，卖给谁？他们才说动力火车。1997年这首歌对你们影响真的很大，突然间尝到走红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哟，刚开玩笑的，刚刚心虚了，开玩笑的。很红啊，我们没有很红啊。你反应能不能快一点？那么正经，你们两个，我今天说尝到很红的感觉，来带来这一首《无情的情书》。耶，不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。1997年《无情的情书》一发行，让动力火车一炮而红，销量更高达70万张，成为家喻户晓必唱的口袋歌曲。今天将用阿卡贝拉重新诠释这首经典好歌。不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不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情的、无声的哭。啊！说的是无情，写了更无情，都做无情人，何必再写信？何不再用心？一封信，就请一把火炬写成花。
站在屋顶泪和霓虹里蒙的眼睛，誓言欺骗了吹动了相信，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，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不爱的错爱的真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，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不爱的错爱的真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，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哦，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。重低音砰，对，超厉害的，砰砰砰，他的共鸣变强好多哎，对对对对，刚才咚咚咚，最近就胖了嘛，要怎么样？对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都误会你是那个，对啊，但我们三个都以为你是黄淑俊晒黑的。上次也是这样说，有一上次有讲过了，说过了吗？说过了，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那真的很长高的郑敬义大哥，哎，变白了，一个哈，不爱动啊，没劲啊，亲切的，哎，不好笑，来，哎，火车，火车，我跟你讲，来来，你们跟他们来一下啊，这样破坏他们呢，副歌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原唱，无情的情书，对对对，咚，起一个 key， 起一个，来来来，老师起一个 key， 来来，泽明，等我一次，一二，两个老师。三四五，我有五个老师。等一下，第五个老师是我马西，音乐人，音乐人，我们音雅人，我们总要分配一下嘛。我主唱啊，还用讲吗？等一下，你们是来宾，我要唱什么音？主音。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不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。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，不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，不爱的、错爱的、真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，哎，恭喜挑战成功，哎，就他们是来宾，他们是主角，他们是主角，我们可以，他们不是来挑战的，挑战成功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两位老师。永远不要忘记投资自己永远是对的，没错，不要放弃自己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坐，谢谢老师。